国，什么墨尔本啊，什么都有一个。澳洲墨尔本是啊，雪梨。无一个太阳。系啊。是晒美国，是澳洲，无一个太阳下来，我到底落的落中。对。俺高雄就有一个青年路，就是安尼，类似安尼。对。很多人都去朝圣。啊，迄天我伫咱家嘛看一下那个景象，你在外头走，行下路。这那是行去乌色的，遐是阿爷因家。啊，你若体力有够，咱就那坐一人。啊，坐一人是安尼坐哦，看你体力有够无。凊彩啦，行快。你若一日就好啦，一日就好。啊好。咱今仔要休息一下，啊，无则无通去坐啊，行到远。这条嘛拢无通坐吗？哦，那不行，那就不行。走进来。
就是你叮当，我拄仔看几波了是。那填饱了，那雷也造出来吧。对不？对啊。这也较原始的吼，原较原早期啊，阿母啊，早期人拢无磨砂，就是拢是这啦。是哦，你这你行哦。哎呀，迄种无磨啦，啊，什么迄种大肚鱼啊啦，早期还没有被破坏的那么严重的时候。是哦。嗯、啊，这声音这是啥？你有没有听到一个？不是不是，这是胶啊吗？胶，用胶，要胶都可以胶。哦，这块地白骨也少，这用农地。啊，这应该少啦。啊，伊遮水较济呢，遐水较少。没关系啦，伊即马无咧灌溉的，你搁水济水少拢无关系。它引流到旁边去了。哦，对，应该是。没有人要管你这水路的啦，所以干。中华，看我一下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站看这边，一、二、三。
妈有问过那个价格？一千以上。我以为一定是1200以上，有那么便宜吗？1200可以杀啊，开价跟那个可以杀啊。哦，他那阳台感觉。我哪个1200，我没结清。反正算了。他提的手铐，他的木鸭都比较小了。对啊，各有利弊。你要热闹的地方，空气就没那么好啊。可是我觉得1200，我宁愿拿来买透天，买大楼还买透天？买大楼。你喜欢住大楼？我就大楼，就是如果对针对老人家有电梯啊，你讲透天会惊咯呐。以后老人家那住一楼啊，少人家住二楼、三楼啊。后天也有电梯的啊，1200大楼就可以买到大房子。当然啦、啊，可是后天是因为地是自己的，房子是自己的啊，你可以再加盖啊。而且谁规定后天不能有电梯？哦，可以自己。哎，我们在桃园盖的房子，那个大溪三姐他们盖的房子都有电梯啊。哎呀，小后天你电梯可以自己装啊。好好好好好，爸爸你当时开过来叫我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吗？是啊，对，他在等他。啊，你今日困几点钟？啊，困几包。阿妈，你透早几点起来啊？我看是五点就精神啊。啊，这早？啊，你五点钟你食，你客厅啊？我今天客你妈客，我你妈都来也会客。你起来，妈妈会一定会起来啊。啊，我都唔敢客。啊，你到底啊，做无聊的。嗯，啊，倒。人也有排，这个自然也甲排放一种，一种金属的无？就会有金属。对，啊，他就吃到金属的，有含有金属的水。有人讲千针汞，等于中毒的。阿妈，你要去做？阿母，我接着。爸爸，这是稻米吗？他不用稻，以前稻草了，对不？他家那个反光条啊，风就好了。啊，他光一看啊，有跳，吼，安尼鸟真正唔敢来，有诶死死有无？对，嘿，挂鸟啊。可是还是会来啊，你看。不敢靠下去啦，不敢往下。至少在他那一区已经会减少。他就会吃别人的。对啦。啊，伊这生长啦，他正经无去食啦。爸爸，这是稻米哦、喔。稻米，咱食、稻米啊，就是这样、啊。米啊，我这个是。这算足清气啊！你讲伊泰哥。像伊这种这落，像这有甜宝罗哦。这叫清气呢。就比方较无。外国什么墨尔本啊，什么倒个一个。澳洲墨尔本是啊，雪梨。无一个太阳。系啊。是赞美关系，澳洲无一个太阳下来，我到底落个落中。对，啊，咱高雄就有一个青年路，就是安尼，类似安尼。对，很多人都去朝圣。啊，迄天我离咱家嘛看一下那个景象，你外头都行啊路。这那是行去乌石的，遐是阿爷因兜。啊，你若体力有够，咱两呾坐一日。啊，坐一日是安尼坐哦，看你体力有够。凊彩啦，几啊块。你若是凊彩就好啦，凊彩来坐，咱只啊要小坐，啊无则无通去坐，坐到远。这条嘛拢无通坐吗？哦，那不行。那就不行，走进来。关的好啦，如果都你也要饲阮遐哦，阮遐在家都食啦，哦，拢有咧交叉定交叉，规工拢卖伊，哎，拢卖在我。阮家机关不是都还不错？哪有？是哦。那是恁那个伊混得好，你那堂个。他从很年轻就进去了呢。那破布。关系也混得好，二十多年啊，我对。你看你爱食啥，那我们等下就停哪里就吃哪里的。我跟你说，还是要头前，还是要头。我看见。这间的茶难吃。哦，是哦。吃这个很难吃。
不然再看一下好了。这里是爱河，为什么这么不热？就是从这边水啊，卡闸的嘛。啊，水如果满出来的话，超过那个界限就跑出来了。深工业农村是为了工人这条地方。我要让你种，让你种，你听无？你田种一万人，让你种，我遐站又甲你挡无？你就无种啊。嗯。那他有没有螃蟹？我讲安尼个有螃蟹，啊，你捌全工全职，未来去熟悉啊。哎呀，不过台风来，伊就飞去啊。台风来，哎呀，无几日。风较头。啊，台风拢每只吃啊，剁了了。哎呀，酸冻啊！我甲发觉伊吃正经鸟也未食过啦，伊未食这个物件，电工风啊。啊对吼，伊够卡。阿妈。啊，鸟拢全工厂的。系啊。阿妈，阿爷因家倒一栋。咱行过倒一栋，你知无？伊啊，迄栋。哦，所以你来看，安尼很不舒服。现在心情不好，无时来吃吼，安尼很不舒服。对，还不错。我跟阿妈是坐迄大楼，坐到遐迄栋大楼，所以阿妈一直以为我迷路了。哦，没有迷路。我们就从 Seven 那边回去啊。
有吗？有问过那个价格？1000以上。贵为一定是1000以上。1200可以杀啊，开价跟那个可以杀啊。哦，他那阳台感觉。我哪家的1200，我没结清。反正算了。他起的是好，这木呀，这比较好。你这里空，你这边空。对啊。各有利弊，你要热闹的地方，空气就没那么好啊。可是我觉得1200，我宁愿拿来买透天。买大楼还买透天？买大楼。你喜欢住大楼？我就大楼，就是如果真的老人家有电梯啊，你讲透天，他走路呢，以后老人家要住一楼啊，少人的住二楼、三楼啊。透天也有电梯的啊。1200大楼就可以买到大别墅。当然啦、啊，可是透天是因为地是自己的，房子是自己的啊，你可以在家盖啊。而且谁规定透天不能有电梯？我可以自己盖。哎、欸，我们在桃园盖的房子，那个大溪三姐他们盖的房子都有电梯啊。是啊。嗯、啊、小透天你电梯可以自己装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好吧，你当时他过来叫我弄。快走快走。你来干。我踩一下，我一把房子踩一下。哦。踩一个都盖电梯，阿妈在那里踩车。爸爸拢会踩滴滴无？阿是给踩车，今日踩车。你一直在乡骑车啊？没有，爸爸啦，爸爸。哦，我是讲哇，他这么小，一定会踩他的站。踩我都拜个仔无，啊，再加有点苦苦。他在追他吗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吗？是啊，对，他在等他。停车场一个小时多少？它是公园停车场，不用钱吗？要吧。就是的啦。爸爸，按缴费去哪缴？哎不。算一次的、啊、哦，开单啊，30块啊，6个小时。哎、欸，可是过年的时候他都没在贴呢。30块停6小时很便宜耶。几乎停都停一次的，就是30块的。啊，那就就俗的了。很便宜，一天30块，你怎么存？公有停车场。我们是俗啦。你来这到外口看看是啊。是哦，外口嘛是哦。外口街啊，无。哎，有咧动咧，伊去。对啊，伊就是咧叮当，我拄仔看几波咯是。用钱包落，迄雷啊走出来吧。对不？对啊。对啦，较原始的吼，原较原早期啊，阿母啊，早期人拢落磨啥，就是拢是这啦。是哦，你这咧行哦。哎呀，迄种落磨啦，啊，啥物种大肚鱼啊啦，早期还没有被破坏的那么严重的时候。是哦。啊，这声音这是啥？你有没有听到一个？不是不是，这是胶啊吗？用胶，再胶都可以胶。哦，这地别个也少，这种农地。啊。这应该少啦，啊，伊遮水较济呢，遐水较少。没关系啦，伊即马无咧灌溉的，你搁水济水少拢无关系，它引流到旁边去了。哦，对，应该是。没有人要管你这水路的啦。中华看我一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站看这边，一、二、三。
三。哎，阿金娘，前边阿龙龙在。咱遐啥人去办？甲敲一下。咱遐啥人去办？有办过吗？咱问就知影看伊怎样个。古早人阿咧讲。下班插桥啊，安尼是阿爸。运动啊，你做咩做？阮遮吼，啊，着我到阮遮只做定咧饲哦，做大厨哦。嘿啊！为什么都这样？袂，即嘛一个一外地，一个袂啦。一个拢只拢咧拼大场的，真招。真招啊！嗯，哦，来这边。他、啊、这个都是比赛的歌手。当然啦。我嘛小块也看人，较早伊在伊迄个头前哦，我就甲名我就甲柳阳讲哦，这个人看钱的，看到大大，落干嘛呢？伊我爱，伊都名也唔知伊名呢。哎，我也无教伊，那是阮厝内咧教，我一逐家我都无教。无啦，看大大人，啊人看人个有一个有一个。有吗？有问过那个价格？一千以上。贵喂，一定是一千以上。一千二可以杀啊，开价跟那个可以杀啊。哦，他那阳台感觉。我哪家的一千二，我们结清。真棒耶！那饲个小狗，一只母鸭，搁饲只老鼠，但是可能空气不够干。对啊。各有利弊，你要热闹的地方，空气就没那么好啊。可是我觉得一千二，我宁愿拿来买透天，买大楼还买透天？买大楼。你喜欢住大楼？就大楼，就是如果真的老人家有电梯啊，你讲透天。会惊咯，那以后老人家要怎麼。那住一楼啊，少人的住二楼、三楼啊。后天也有电梯的啊。一千二大楼就可以买到大别墅。当然啦、啊，可是后天是因为地是自己的，房子是自己的、啊，你可以再加盖啊。而且谁规定后天不能有电梯？我可以自己盖。哎、欸，我们在桃园盖的房子，那个大溪三姐他们盖的房子都有电梯啊。哎呀、啊，小后天你电梯可以自己装啊。好吧，你当时开过来叫我弄。拜托，阿姨来。我传一下，我一传房传一下。哦。去传一个那家的弟弟，阿妈叫你开车。爸爸让你传弟弟无，阿是给开车，今日开车。咦，自己想骑车？没有，爸爸啦，爸爸。哦，我是讲哇，他这么小，一定会踩他的站。踩我都拜个仔无，阿仔家有点苦苦。他在追他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吗？是啊，对，他在等他。啊，袂记甲你摕迄扇子面啦。阿妈听得懂国语吗？可以。啊。台语、国语，阿妈拢会通。是哦。哎。阿妈现在会讲国语吗？哎呀，阿嬤故意袂讲，要小小一下无？嗯，要小小一下。啊，来呀，有椅啊，再无椅啊，椅也袂用，咱无椅啊。阿嬤在倒行。先小小小小一下，看一下吼。先哪看一下，哪看。这个建，这建材行哦。小婷的阿嬤，小婷的啊。刷胶棒过你去呀？不是诶，这是建材行诶，我看伊有刷砖啊。这是建材行。还有砖头。哎呀，所以它是小型建材，它是小型建材行。阿妈在倒行，无阿妈来桥遐小歇的，徛在桥遐欢，遐欢的。我来这个怎吼？水利会的功能。是哦。你知道水利会的功能？水利会是啥？水利会的功能。哦哦哦哦，水利会哦。水利利利益的利。哦，水利会。但系你着我，你着等看下水利会的功能。水利会。怕水的啊！怕水的。他们这个农田灌溉啊，都是靠这个水利会啊，不被浪费。哦。农田灌溉，对啊。这是稻子吗？阿妈，这是稻啊吗？他喜欢那个彩金啊，我一定都是绿色的。有。他怎么彩金？哦。那你买？哎，这前面叫农田水利会。差不多要休息。遐在叫的遐在休息。遐的没有遐休息，遐在休息。啊，不然他们要去。偷人家偷抽人家的那个水，全部那个农田水利会，剩人会当加加租吧？不是，他负责饮水的农田。
啊，恁就爱交会员费啊。这个也协寻，可见。想借你都，你要买钱，想借新房至少要80万以上。免啦，套房唔免啦。我是讲，你若要买厝，新大楼啊，如果要80万以上，你再去办钱，无你会看到。我好，你从外来，两家人。结婚，结婚，咱看因安，看因安怎得吧。是啦，足济，这是新房。迄包一个是啥？芒果啥呀？哦，芒果吧，那是芒果。都一定要这样绑哦。那个是怕虫吃啊，小鸟吃。阿妈，哎，人讲头班餐太过好，红是真正假啊？啊看。阿爸，你买几运动？为啥安尼讲？这是我们中年妇人都会有，好吗？那运动啊，这样也比较不容易有什么疾病。我拿来接，我喜欢那种地方，来家好，来刚好啊凉凉啊，看一片都是绿油油。你到沙科堡下家去买。有啦，我那么沙来接，沙来接看看啊好。啊阿姨嘛，跟你来行吗？阿姨拢可以，伊可爱尔，无沙来有啦，伊平安人无沙来接。哈哈哈哈。这个看到那圈圈。是哦，你也变大条哦。会啦，心爱可以看心情。看心情。安尼，伊当时心情好。你怪遐老烟啊！对啊。你怎么怎样？这丢烟蒂，你信不信？你现在在讲干灰。爸爸是烟蒂吗？哎，伊有灰呢。有啦，在烧啦，在烧。爸爸应该是烟灰呢。对啊。烧人家啊。无啦，看人去温啥的，人个冻伤。哎，会下雨。前后那想说农村社会是较简单，是不是以前叫的？我叫是伊伫拍水的。伊个伊个旧个伊个系统。这原来这就是农村社会。阿妈，你唔免管，你跟我行。我知啦，你行是安尼。就一个行安尼，吓。这条就是农村社会的地道啦。他吼，你看，
他要把这个田哦，就是这个啊，阿哥，他要把这个田都灌溉水，你怎么去灌溉？哦啊、你怎么去洒这里水？就是这里来，哇，你这个是安尼，我今嘛来下到因这区，水就放我流入来，流入了，他们就从这边开始进水了。哦是這樣，就是把整个田都灌溉有水了。哦，有无？这条今仔无水的，应该是一定拢无要有啊！这池啊，无你看这池啊，这大，有那么多的水，就是靠拢靠边这条水。哎呀，有啊！这黄在那看经过。阿妈，你看有你经过田无？你那看有？啊，这堤坝子。系啊。哎，它就引水，就是从这边堤坝卡闸的嘛。它水如果满出来的话，超过那个界限就跑出来了。所以讲，伊农村就是讲，这条是空。我要互你种，互你种，你听无？你田种侪，我若无你种，我遐长又甲你冻咧，你就无水啊。对。你看有没有螃蟹？哦，安尼佫有螃蟹，啊，你捌全工全职，袂来去食宵啊？哎，啊，不过迄台风来，伊就飞去啊。台风来，遐也无几年。风较头。啊，鸟啊，拢每只切啊，剁了了。哎，迄酸汤啊，我甲发觉伊吃正经鸟也袂食过啦。伊袂食即个物件，电工工啊。啊对吼，伊个卡阿妈。啊，鸟拢全工厂的吼。系啊。阿妈阿爷因兜倒一栋。咱行过倒一栋，你知无？伊啊，迄栋。哦，迄栋。安尼很不舒服，迄个心情不好，无时要来遮吼，安尼很不舒服。对，还不错。我甲阿妈是坐迄大楼，坐到遐迄栋大楼，所以阿妈一直以为我。迷路了，哦，没有迷路，我们就从 Seven 那边回去啊。哎，有在动呢，伊可能。对啊，伊就是在叮当，我拄啊看过一波了是。可能填饱了，哎，雷啊造出来吧。对不？对啊。这样较原始的吼，原较原早期啊，不啊，早期人路磨啥，就是拢是这啦。是哦，伊这在行。哎呀，迄种路磨啦，啊，啥物种大肚鱼啊啦。早期还没有被破坏的那么严重的时候，是哦，啊，这声音这是啥？你有没有听到一个？焦啊！不是不是，这是焦啊吗？焦，焦，焦都会焦。哦，这块地别贵啊，少，这种农地。啊，这应该少啦，啊，伊遮水较济呢，遐水较少。没关系啦，伊即摆无咧灌溉的，你搁水多水少拢无关系。它引流到旁边去了。哦，对，应该是。里面有人要管理这个水路的啦，所以感情。中华，看我一下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一站看这边。一、二、三。电池的拢有电。哦，那边小夏，我是讲伊停的遐，要创啥？阿妈行。这边。白人是觉得很，他要让他太好笑了吧？对啊，这个要建议啊。我们要原路还是？原路好。再绕去那边，那边也没什么，那边。谁家谁物业还是很快？来要掏钱工，这个好要人做。嗯。你看这个照刚好两边的树，对呀，跟天道一样。啊，亮针的，够咱俩开车。嘿。那边有风，刚刚冻。对啊。会更加舒服。嗯，更舒服。阿妈要为怎坐凳？阿妈要凳坐无？带我行。袂吹大。阿妈，阿妈，咱为怎行去？你若想要搁坐较大人，就换坐迄个去靠人啦。啊，若无要坐较大人，要行凳去就行，阿爷去动，哎，行。看你体力有够，体力有够，咱就坐一下。慢慢行，慢慢行，慢慢行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看者，你运动半晚行嘛是安尼，啊，过来开工就有开工。系啊，就是爱去行，无去行，无踮咧厝要创啥，对无？休闲。系啊，啊，你明仔日想要创啥？我问路啊，看你明仔载要坐后。你有要去坐无？明仔载若要林永泉，伊即摆转台北啊，有车。伊讲咱若要坐核心，伊嘛去甲咱坐高铁，伊嘛是去甲咱路车遐。
伊讲载咱啊，看咱两个家己决定。啊，坐游览车，坐好心啊，嘛是会使啊。坐迄较慢哦。坐迄三四点钟，春华讲迄爱三四点钟。啊，今年也无知影嘛是。看你啊，看你，今仔你袂动个啦。我来。坐迄按摩，咱头一班来坐阿爷，伊咧坐。啊，路车坐客人车，迄种游览类似游览车核心边那讲，啊，坐游览车啦，啊，坐迄个嘛无要紧，坐啊才七八十块。坐巴士的，会当伊即摆讲，迄巴士会当延续坐，会当听啊，会当听啊，嘛有摊啊通夹，啊嘛有电视，啊嘛有电视通看。坐出高铁嘛好势。高铁是今明仔载礼拜，咱两个挤袂起哩，像咱顶班要转去挤几包，挤袂入去无？嗯，无伊啊，安尼。哎呀，看你啊，若要坐高铁，同款啊，都有位咱才去你坐。看我。我拢会使，有位咱去你坐，无位就搁等后一班安尼尔。看我，我凊彩啊，反正我就是陪你啊。哦啊，你要拍那个日落。哦。这个蛮好看的，这有一次哦，在我们这边要出去转啊，要下山哦。是啊。伊刚不是讲伊暗时要去用请。加载伊也一道啦。哦。啊，伊也着明仔载调度。啊是明仔载。嗯，啊恁伫即爿晚在倒啊袂？毋知呢。你想要坐暗时的车，下晡的车？啊。你想要坐暗时的车，下晡？凊彩啊，自在路啊。到我这用人。睏无明仔睏起甲看好啊，嗯，明仔载睏起甲看好啊。啊，毋过春华毋知要出去耍无？啊，姨丈伊上班。没有，我透早转来，早我六点去，然后九点我就转来。就这样，啊，那上班才九点转来。太短的时间了。哎，这边有大电话，高大电话。哦，哪里？妈妈有晒哈，晒你。够，来行这边。礼拜四加班哦，加班加过啊。嗯，毋是，迄是车去用着吧？对不？压下去就要爆破，你看。那个是车子来，哦，多外去。爆破多恐怖！对啊，哦。你只要你开车较艰苦，有量你就坐车哦。坐车较快活。开工拢蛮用好咯，但是。
有东西没拿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你的车里可以吗？我要踩在给你的车顶。你让你踩车吗？我的车里边啊你啊。你都是怎的哦？蓝色一台啦。蓝色哦，修理车哦。系啦。你等下把骨出来啊！啊，就是七人座教练才要救阮的车。因为伊要载五个人来比赛啊，啊，佮挂伊家己啊。阿妈捌坐阮的车，伊把伊的恁的啦。摆设摆设。是他们两个搞得定那个小小孩。什么？是的，不要玩了。他们两个搞得定小小孩。对，我要。今天大家讨论，每个人讲的台词都不一样。不会是他。你讲。系啊。啊，冬季都累了哦，他们明天就要回去了。没有，他们你。